个字，而且是刚刚没有出现过的答案。我刚刚不是讲了三个，而两个已经出现过了，只有一个没有出现过。这样知道了吗？来，东方美人茶是什么茶呢？一二三，来，我请拿扇子的这位娜姐是乌龙茶。乌龙茶没有错，恭喜我们得到 POLO 衫，耶！好，我们再来一题，我们来送帽子，来送帽子，好了，好。